于第9年举办的国泰梦想好孝子林书豪篮球训练营，在台北和平篮球馆盛大举行。现场一共有60位来自全台各地历经初选、脱颖而出的国小学童，都想要和林书豪多学几招。而咱们的书豪哥哥除了球技之外，可是还有很多东西想要倾囊相授的哦。有些东西，可能是要坐下来讲出来的一些东西啊，比方说，真的觉得。 亚洲的文化有时候就是非常客气，面子这些东西。可是当你上场的时候，你跟最好的球员打的时候，你不能客气。除了强调不能客气，上了球场就必须尽量展现自己之外，自身篮球生涯不断遭受质疑的 Jeremy 也不忘提醒所有小朋友要坚持自己的梦想，勇敢逐梦。如果我一直听我的教练。 每一个教练，我一定不会打进 NBA， 从小教练都不觉得我会打得很好。如果我听他们的话，我不会打到大学，我不会打到 NBA， 不管是篮球还是什么梦想，他们就是有这个机会就需要抓住，就是有这样子的态度。相信自己，坚持到底，机会来临绝不放手。这样勇于追逐梦想的特质，正是林书豪能够打进 NBA 的重要关键。也希望本次参加训练营的小朋友都能有所吸收，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。我来TV新闻采访报道。